澳門居民入澳門需唔需要隔離14日呢一個咧，係我哋一個預案嚟嘅。依家個階段咧，事實上澳門居民出入境嘅量咧都唔少嘅。我哋亦都發現咧，有一啲咧，我哋俗稱嘅水客啦，每日咧就係多次往返，最多嗰個記錄咧，近期咧就係可以一日來回咧有18次咁多嘅。如果我哋發現咧，呢一個情況咧，對我哋澳門居民嘅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嘅話咧，真係咧就係會採取一啲好果斷嘅措施，例如要求有喺內地入嚟澳門嘅澳門居民咧，都需要喺澳門咧做一個家居嘅醫學觀察啦。